撑起来吗？下去再撑起来，先让它下去，下去，然后再用筋把它撑起来。撑起来是什么？撑出那个，因为它空间来，很密密麻麻的那个，对呀、啊那个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对，稍微粘住的而已。对呀、啊，拉着嘛，对呀、啊，那它还稳定一点，它还有一个臼啊。对啊，在一个碗里面呢、啊。肩胛骨没有啊。肩胛骨好像是贴上去的呀，稍微靠上来的。它就是贴上去啊，然后旁边用绳子、橡皮筋把它拉一下这样子。哦，可是如果是以四肢的话，这个是在里面的。狗的那个狗啊、猫啊，它的那个手是直接是这样子在里面的，它不会像我们这样有一个很平的肩膀。会啊，它虽然是有肩膀，可是它好像感觉是。会啊，他们没有用出来啊。你看老虎哇，是不是？他要用力的时候，猫哇，是不是？我刚问题是说，如果我们在练桩的时候，你说要把这边把它松上来，先下去，然后再松上来。不是，松下去，然后再撑起来。撑这个地方。撑，筋撑起来。你下去是松的下去嘛，是不是？那时候是骨对骨哦，那时候是骨对骨哦，所以你不能让它骨对骨啊，所以你要用筋把它撑起来。那你筋会撑了以后，我不是说吗？一边撑起来一边落下，就不用分成这个是撑起来又落下，就不用分两段了。看不懂，因为它的那个转子，因为它不是只有两条线搭住，它是密密麻麻都有搭住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们既然已经做到这样子的话，你是还要再往上面去松掉？不是松掉啊，撑住这个，你是松掉才能撑起来啊。哦，看不懂，你蹲下去。你蹲下去，这蹲下去了是不是？对，能够再撑，你能够撑起来吗？再把这个拉起来，把这个间隙把它撑起来，撑啊！因为你蹲啊、哦，你这样子蹲啊、哦，是很好蹲的。对，这样蹲很好蹲。是，所以人家说他可以蹲几分钟，他是这样蹲嘛？因为我的力量都全部下去了。对，那这样蹲是什么？这样蹲是练松。这个阶段的蹲是练松，可是这样是不行的，因为这样你承受不了力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吧？因为我没有力量，因为你没有力量，你没有撑，了解了解了解，所以你下去以后，第二个阶段你能下去了，要撑起来。哦，我还要找力量上来，要用筋嘛，就是筋啊。中段，你可能师兄比较就是筋把关节撑起来啊。所以我们这种蹲完全没有锻炼到里面。没有，没有。所以我不是说你这个蹲下去以后啊，你蹲下去，你这是松的，是不是？是松的蹲下来了，蹲下来以后呢，撑起来，撑，包括膝，这个时候下去是。松的下去的时候，它一定是骨对骨，是。可是你不能这个样子啊！所以第二个阶段是你下去了以后，用筋把它撑起来。你看，撑起来，你看撑有没有？撑起来有没有？你摸这边，这个是没有撑，这是落，这个是落，是不是？撑，你看，撑有没有？撑起来，这边呢、啊？这边，撑起来。就把你这个关节啊，最近不是都在教你们吗？用关节内，用关节里面的力量把关节撑开。我原先以为只要一放上去，哇，不是嘛？五分钟也没关系。那没有、哦、没有没有用啊！原来还要再往上。没有用，那是一个阶段的练习。
那个阶段是把你臀部的肌肉、腰的肌肉这些肌肉都练松，因为开始下不去是它太紧嘛，所以先练松嘛。练松了，你能下去了，胯能下去了以后呢，你要撑起来啊，晓得吗？撑起来才有刚才讲的那个关节中间的那个弹性嘛。如果正常撑起来的话，旁边都会感觉在出力了。里面的都在出力了。里面。对对对。啊。这样集中上来。对对对。到平的时候一种这样子上来。对。对，然后裆要开。然后当中央的力量就起来了，没有吗？好像有比较，之前下去都只是在用肌肉，对对对，对，体会到从这边对，你可以站着的时候稍微弯，你就开始先撑裆了。我是从这边开始先撑起来，然后撑起来，然后慢慢下去。之前老师有讲过，如果你往上撑，你自己会变成像是。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缩，对对对，然后就会慢慢一直维持那个对，所以你虽然是缩，但是你是撑开的，慢慢把自己这样往下拉，对，这样就有弹性了嘛，对，是吧？而且我觉得这样子是以前在蹲的时候背都是这样的，对对对，现在好像比较能够。对，对对对，对，但是还是会，还是会怕一点，因为老师，那如果蹲下去的时候，其实重心一直会有一点，会往后一点点。不管你先把到中，我们今天就要花时间来练这个中。如果要把到中，我上礼拜讲的那个中。我上礼拜说的那个钟，你先要感觉上礼拜你有没有来？我上礼拜不是讲那个钟吗？这边下来那个腹的肌肉啊，因为当肌肉变强的时候，肌肉就变短，肌肉的纤维就变短，是吧？所以凸起来嘛，它变成一块一块的嘛，相互之间没有连结，相互之间是分离的，所以你要用，你一定是局部用。所以他们在练的时候，我练什么肌，它是分开的。所以你要全身一起动，基本上唯一有机会是筋。你一定要用筋嘛？筋，那时候还是软。它是有弹，它可以相连嘛？嗯。